这些是更换前叉所需的一些配件和工具啊，然后一个一个的仔细拍上。然后第二步，把这个前叉的曲腹给取下来。好，把底挡给砸上去。好，用准备工具敲下去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还有太阳花。好，太阳花。好，把座椅下方的螺丝给扭开，座包拿出来。好，扭了丝。现在没空，就剩下这么一点了。怎么弄？是，剩下这么一点，我帮看什么要求。是剩什么东西了？电机前叉都搞完了，差不多。前叉就用我带过来那种大箱子，就在后边。你五个前叉就放在一起吗？
五个前叉放在一起。你要不就过来一下吧，弄错了麻烦。五个前叉包好了放在一起。宝贝，俩一前叉，下面一个盖子。我这拍视频，拍到一半。再多久吗？应该要5:30拍不完，整车装卸的视频。不是前叉你就直接包就好了呀，一单个包。开始。
你就拍一个镜头就好了。